在秋天的专辑里面呢，我们其实找了很多不同的乐器的声音来加击，比如说唢呐，哒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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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以为他要用弹的，殊不知是人声乐器啊！我刚也是想说，他不是要用弹的吗？有看到我们精美的封面设计吗？我们准备了几个封面让大家选，下一张比较棒嘛？你看这反应多好！哇塞，大家有没有觉得阿福这个脸就是有故事的人？你们用很模糊的眼神，这样眯着眯着这样眯着眯着看这张照片，尽量不要看，一瞬间会以为看到孙燕姿的《未完成》这张专辑封面，真的。今天在我的人生当中，是某一段时间的过去，也是第101天的开始。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对未来即将预测到的告别或者是离别做好心理准备的话，那就如同我之前一直告诉大家的，珍惜当下。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藏。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高中的时候，他人生第一次看到我，就这样一直笑，一直笑，仿佛我长得很好笑一样。压力好大。哎，你们知道我们的 MV 当中啊，如果有我那种我 solo 的部分，比如说就是只有拍我的镜头，那种镜头都我心里面都非常的纠结，你知道吗？因为在镜头的另外一端就是这样。然后导演就说不要笑，要有心情情绪。让我好好看看你，眼睛闭起来，睁开眼。然后就看到这个，睁开眼就看到我，你知道。在秋天的专辑里面呢，我们其实找了很多不同的乐器的声音来加进。那这些乐器呢，可能会有二胡啦，像刚才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二胡的演奏，我个人很喜欢，就是这一句。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乐器，比如说唢呐，哒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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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以为他要用弹的，殊不知是人声乐器啊！我刚也是想说，他不是要用弹的吗？我现在就是在示范一个专辑比现场更好听。哎，不对不对，哦，你真用心良苦，半老师大家都说我们现场比专辑好听，那我们专辑录那么辛苦是要为什么？有看到我们精美的封面设计吗？我们准备了几个封面让大家选，所以我们决定丢几个选项让大家出来尝鲜一下，看看好吗？第一个，大家不是很喜欢大家喜欢这个吗？哎，360度转一下。
四面都要看到啊。多了，我心里的声音就是快来吸干我的汗啊。下一张比较棒嘛，你看这反应多好。哇塞，大家有没有觉得阿福这个脸就是有故事的人？不是，各位，你们用很模糊的眼神，像眯着这样眯着看这张照片，尽量不要看，一瞬间会以为看到孙燕姿的未完成这张专辑封面，真的。